哒哒哒哒哒哒，悟空在操场上练习敲对鼓，对鼓鼓槌组成的形状就像是拼音的的，对鼓鼓槌的的的的，站上中格，先写左半圆，一竖中上摆，两笔写成的的的的，对鼓鼓槌的的的，声母的和韵母啊组成了音节哒哒哒，建房子哒哒哒，答答谢悟空，答答答打打败妖精，打打打，大大闹天宫，大大大的啊哒的啊达的啊打的啊大哒达打大。池塘里的小鱼跃出水面跳起舞，跳舞的小鱼就像是拼音特特，小鱼跳舞特特特特，站中上格，竖右弯后一短横，两笔写成特特特，小鱼跳舞特特特特，能跟韵母组成很多音节，特啊塔，宝塔的塔，特舞土，土地的土，特务兔，兔子的兔，特啊塔，特舞土，特务兔。一座好大的城门，城门每天都看着好多人从他的大嘴里进进出出，城门的形状就像是拼音呢呢，一个门洞呢呢呢呢，站中格，一竖写中间，再写上半圆，两笔写成呢呢呢呢，一个门洞呢呢呢呢，和韵母能够组成呢啊拿，拿笔写字的拿，呢语女，女孩的女，呢啊拿，呢语女，嘞嘞嘞嘞嘞嘞，悟空手拿着一根小木棍在赶猪，悟空手上的木棍就像是拼音了了，小木棍儿了了了了，站上中格，上格起笔画一竖，一笔写成了了了了，小木棍儿了了了了。